行的时间到咯。耶、彤彤姐姐，你说什么啊？我说是点心，吃点心。耶、我最喜欢吃点心了。可是在吃点心之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谁知道？我知道，要去洗手。没错，可是洗手也不是这么简单哦，有正确的洗手五步骤，谁知道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湿搓冲捧擦，打开水龙头，把手淋湿，抹上肥皂或是洗手乳，指尖、指缝、手心、手背都至少要搓20秒钟，然后把泡泡冲干净。最后是捧水冲水龙头哦，再关掉水龙头，用纸巾或是手帕擦干双手。哇，默默跟小蜜真的是太棒太聪明了。耶，彤彤姐姐，那我们可以吃饼干了吗？哦，要吃饼耶，饼干当然没问题啊，想吃什么口味我们现在出发去买。耶，太棒了。想要吃什么口味啊？吃点心，吃点心，吃点心，吃点心。小蜜，平常在学校的时候你最喜欢做什么事啊？吃点心。哦，那在家的时候你最喜欢做什么事呢？吃点心。哇，吃点心对你来说真的好重要哦。饼耶，饼干。饼耶，饼干。小蜜，你要吃巧克力口味的饼耶吗？哦，我要，谢谢。那还有草莓口味的饼耶，你要吃吗？哦，我要，谢谢。小蜜好贪心哦，这么多口味的饼耶你都要吃，小心变成大胖子哦。是饼形饼耶，两句客家话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伟喵。